三天七天，一去五遍，以后变了，那两个跟到变，那两个不是主体了，变成附着体了，语言意识求别的，反正你那个体断总这个作用差别分不开了。相反的，虚此三世体相各别，如何合合共成一相？相反的理由，虚词就是情愿，这三种体的现象不有差别，哎，它怎么样混合成一个呢？啊，不应何事变为一相，又为何事体无别故？哎，你说这个啊是作用的关系，它不应该合拢来的，这是吧？各怪各的。啊，譬如一个家庭，这是一家人，这一家人有爸爸，有妈妈，哎，有儿子，有女儿，啊，现在要活龙来就是他一家人，这是活龙来，啊，那是不愿活生，到了家里去，哎，爸爸还是坐上面，啊，儿子女儿家在旁边，儿子要去扫地，啊，就是欲为活生啊，体无别故，这个作用不同。所谓三识体相同啊，别为其中。体相是一啊，如果你假设认为这个三件事情啊啊，体与它的本体的功能、本来的功能不同，相同起了现象是一样，别为其中，它是一致，别为其中，你自己的宗旨违背了。你自己的理论建立不起来啊，论这个违反逻辑的原则，体相是以体验具象，体跟相是一个，体跟相是同一的，那么体那种现象应该是一样，因为这一派数论学家讲最高那个道是什么东西，叫做泯然，刚才超过没有？泯然，最高那个道，道是看得见的，也不是没有颜色，也没叫泯然，什么都没有。泯然不是空哦，这个里头我要送别，再找恰正来啊！啊，老是辩论这个，我相信。就我的猜想，推想啊，你们诸位年轻同学做到会干燥无味，不是甘草无味啊，甘草是甜的啊，这是干燥无味。因为我们这个不大喜欢这些论辩，可是在西方人很怀念啊啊。现在差一个故事，数论的最高那个道是泯然，这个是他的体，所以再到泯然。所以后来中国的佛法的大师有时候用出了这个字，认为我们这老道真是无念正改，也是泯然，很严重的错误。第一，名词上的错误；第二是见地上的错误。为什么？譬如像朝洞中的学问，禅宗的朝洞流传到日本，这个我非要严重的站出来批评。现在朝中所讲的禅是什么？默照，这是禅。大家都来啊，还一定说那个一句空话，面壁而坐。所以日本的禅宗啊，一定打坐，面对到墙壁，背下外面，相同也没得关系啊，那是规矩。咱们说面壁之坐。就看不见脸孔，因为要面壁啊。那么然后眼神朝洞中规矩啊，手在这样的眼睛叫默教。默教在禅宗所谓大会搞到宋代初期，五代到宋已经大为批驳了，不是那个时候不是批驳朝洞中这块呢，一般有些书道外道家里头的外道
道家还是有他精通的道，很高明的。老庄这些修法是很精通，道家的精通。外于老庄的外道是魔道，然后眼睛闭起来，就是伪山祖师所讲的回光返照，里头空空洞洞，好像有东西，好像没有东西，里头有时候空的也好像没有念头也反。法一点的是亮光非亮光的，那个就是泯然的境界，就是魔教。魔教就是邪禅，不是。可是现在啊，一直流传到西方，到现在美国所谓修禅的也都承认为魔教为然。什么叫开悟呢？在魔教的中间突然有所理会，或者开眼一看，或者懂了啊，悟了悟了，那青蛙跳整不动啊，悟了，这个不是笑话吗？所以我们今天自己啊，我们自己认为佛教始终的宗主国啊，中国文化不是讲起来很可怜啊，是我们的老祖宗们，唐朝不是我们现在始终的宗主国，宗祖宗的宗，祖先的祖啊，所谓财啊、华年啊、美中啊，哎，可是我们现在呀、啊，不晓得在哪里。所以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啊，应该好好为人类文化而努力啊！可是这些始终的东西并不是断了，所以我鼓励你们把中文学好啊，中文学就好，下一代可能这些宝贝都在呀，没有一点损害啊，我们幸运都还在，只要自己增下功夫啊，所以你们这个青年同学们大有厚望也啊！现在为了讲这些痛苦的地方，我都故意岔开了，因为你听的痛苦，我讲的也蛮痛苦，甘草无味啊，甘燥啊，不是甘草啊，啊，泯然而已。他说，如果你认为这个道的体泯然是一，这个泯然很难形容，空空洞洞，但是啊，没有亮光。不是说圆明清净，明明在，几乎跟我们佛学道家所谓，哎，有一个名称啊，道家本无文学正该形容道家，纸上清明，那也不同了。将来你看到这个字，一直上去，纸上，清也是的清啊，没有三点水。什么叫纸上清明？一直超过那个外太空那个境界啊，是为道家修道请功养生出窍的纸上清明。这个为什么要修道家的道理？为什么要修到养生可以纸上清明啊？如果我们这个肉体没有修请功的，不能够超过这个，不要说外太空超不过去啊，高空都上不了。一到高空啊，没得阳气了就死掉了。要养生修成功了，肉体都变了，不要呼吸，因为我们这一个在这个地球外面那个东西，我们古代道家叫做什么？罡风，一二三四的四下面这个正，这个气叫做罡风，道家。碰到高罡风啊，我们的肉体啊，一碰到高峰啊，那骨头都没有了，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化掉了。那么现在说科学的，这是地球外面没有空气了，这一层一圈，这个叫游离层电子。让这个肉体碰到游离层电子一圈进来，就化了，那骨头影子什么，那毛发都没有了。不会掉到地下来的，一点灰都没有。哎，曾经在我们上古文化，我们早知道这个地球外面这一层的罡风，罡风两碰它就化了，哎，
可是修炼到肉体这一生转变了以后啊，不需要呼吸了，冲过了这个高罡峰这一层啊，会直上清明。我们现在有人跟我们证明，那外太空冷真空超过地球了以后，有一大圈一大圈好几个钟头都是一片黑暗，不是我们夜里这种黑暗，哪一种颜色，哪一种黑暗，就是清明的正感。啊，这一下我们回来了，因为谢谢人家科学出来证明，回去来看看我们祖宗还不错，不过不是我们不错啊，真是啊，哎呀，注意啊，这祖宗们不错啊，他怎么都知道了，可见我们上古祖宗们是了不起，谁知道了？至于我们的外公婆是不是在原谅里头走到现在还不敢说啊。所以我跟美国人有一次第一次登陆月球，我们一个朋友美国朋友坐在我家里看电视的啊，他跟我来一起看，哎，我说这是你们的光荣，对，他就笑。不过哎，他说啊，这个主权问题，哎，我说我中国人的，他说你跟着什么呀，我们有个姑婆叫做强我，很几千年以前就接续铸造了，你们的国企插上太迟了，将来主权我们姑婆一出来呀、啊，就不许可你们，让大家笑。笑话归笑话，可见我们上古的文化这个思想不是虚构的，不是幻想，怎么知道？我现在真是佩服到极点，跟佛一样，佛在两三千年以前，现在物理科学许多事情他都知道，而且他都答复得出来。有弟子们问他，我常常讲给你们听，人家问他，为什么狗的颜色呀、夜里可以看到东西，人的眼睛夜里看，佛答复很简单，眼睛色素不同，眼睛那个构成的眼细胞的那个视线的色素不同。那现在讲，因为狗的眼睛有红外光的作用，是狗眼红的啊。有一次我们里头没有红外光啊，啊，就那虎眼，那是生那角膜炎，那个不算是吧？啊，那个看不见，那个不是红外线的。你说我们这位老人家，本是释迦牟尼，他老人家是什么知道的？这不能不服了。是科学越长明，他的学识越精明，对了。啊，你是几千年前讲三千大千世界，谁都不相信了，现在相信了。所以现在我们讲到泯然这个地方，我特别耽误很多的时间，给大家扯了很多的常识啊，因为我讲课、啊、喜欢乱扯啊，因为碰到这个问题啊，立刻告诉你们，怕你们这个名词不懂啊，碰到看到别的书啊又搞混了，那真是浑然，就是那不是达摩，达摩就是暗证了，就不好。所以你把这些、啊、老鼠洞都给你先学掉了，你晓得这里的泯然是指也有个名称，看到印度这些别的地方翻译啊，不叫泯然，叫泯剃，就是这个东西空空洞洞清明。好，这个讲诗句呢，这个泯然讲的年字旁边有个皇帝的帝，也翻译成泯剃啊。那么这个东西呢，你要晓得数论学家，刚才你注意哦，他创宗立教的，他也是个宗教，又是个哲学，他这个祖师爷，这位黄法祖师爷，不能说他没有正道，可惜是外道，走冤枉路。他清明这一段的正感是正道的，我们人生正感里头，如果你修过禅定的人也知道，到有一个阶段会到清明正感，什么都没有。可是你普通人到了哪里你会害怕，可是没有亮光哦。翻过了清明以后，大光明正感来了啊！我也是在告诉你，不过我没有去过啊，哎。啊，这是告诉了我的话没有错，记住啊，不要认为我悟了道，我也没有悟道，我是普通的又普通啊，是靠相扣卖嘴巴都那个唱歌的一样啊，你不要看我。可是这个道理你记住啊，
过了清明这个正盖再翻过来就是大光明，清明就是蓝颜色，清明在青蓝的颜色，别有正盖认错了，认为这个中脉通了，中脉通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了不起，翻过这个还有很多的事情，就是讲世界的功夫。所以讲到命地命然一体，我特别啰嗦带你们转了一大圈，使你们了解。哎，我这个唱歌的本钱花得很大哦，你们自己去摸书吧，我可以吹牛跟你们，凭你们这些青年起码专注在书房读书十年，才能够搞得很清楚我这么几句话，都下了功夫的啊。不要莫将容易的反作等闲看呐、啊，你们千万注意哦啊！现在我们把这句话解决了啊，宁然随意，相应的皆然有三。他说：“所以啊，你说宁然，你那个最后道的正根，皆然是一个，怎么又变成三个来？那个宁然怎么变成三个来？那么可见那个宁然。”那给这三个了，换句话要我来给他弄的变四个了，变四个了。所以说你本身这个逻辑理论思想站不住，故不应念三合情义，不应该说这三样东西合拢来变成一个命题的道题，他也根本错误的，理论上站不住。对不起啊，我以为今天这一个一定我完了，这有下面古派古派连续下来多得很了，哎，就是我这个人啊，空话太多，把大家踩多了。这一段还没完啊，千万记住，下一次还是连续这一段，帮我记一下，讲到这了啊。人为司令在转译。十三页正讲到个当时佛法的在所谓外照啊，这个名称啊并不刺耳啊，在宗教观念上很刺耳，实际上当时的意思我们再三提过的，我还是关于心外求法，在心外求法的统统叫做外道，换句话说他对于这个心性的分体认识啊有偏差的。那么这个观念在印度的当时很严重，差不多有几十种学派，但是有一点，我们如果要研究人类文化史，看出来印度这个它的文化经过的体系乃至它所谓各种的学派有个共通的长处，他们是始终以这个求证修道为目的。那么现在站在佛学的立场，又就站在唯识的立场批驳他们，而认为他们最后对于道体心性之体这个见地见解上的偏差，也就是